地，那是一拉之道。你的思想气味跟人与众不同。如果我要了问到，你是要毁是人？苏娘，你怎样？看见你会讲这个话，大概因为我是修道之人，能得观我观众，就算我是妖，你幽灵如何啊？既是妖怪，向你说明，我拜苏那是一定苏娘。哦，我两个算是仙家门徒，所以一亮一眼看穿你是妖怪是人类。既然那是妖怪，应该乖乖在你的山上修行。我应该往外里行，在扰乱百姓安宁。你嘛真好笑，修行是阮的代志，而且阮落到凡间旅游，并无伤害人命。你凭什么过分？都对咩？好笑呢！阮只要卖去伤害人，阮出来世界行有啥物唔对？凭啥物甲阮禁？妖就是妖，要来当讲你袂当伤害百姓。如果有一天你也受了无解嘞，一怒之下，那你百姓岂不是惨死在你的手上？哼！啊，你够怪，啊我十怪，你爱阮走，本来是安生要回来了，我就偏偏啊唔走。感谢是嘞，如果你若不听我说，识别不过，又要怪阮苏瑶来对你无客气。你要对阮无客气啊？你真戆，你第一看出阮非是人类。阮今日既然我都修行变人形，那呢，阮的功力够有可能会输你。啊，你若敢想要鸭卵和石头哦，你分明一句话吹死。感谢是的，看来这是真的。会当变成人类，如果嘞，你若让我乖乖速速离开，要哪呢？上后面的没有啥损失，要哪无？我玩出手只，上惊的要上你就真简单。我做袂到啦，做袂到啦。干无影，哪里的威势不够？好哩。Oh!